刚打的165台啊，不是，你们现在有这么牛的吗？真的是看我视频长大的吗？怎么跟我水平不一样啊？玩了六年，为什么只有我越来越菜？行，今天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怎么165台，到底是他厉害还是他厉害。好，开局招鬼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有种熟悉的感觉啊，想当年我也是开局招鬼的，但不同的是我是秒倒，而他可恶，秀起来了。你别说啊，要是我还是单身啊，这种机差我也行啊，但现在被榨干了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老了，哈哈。好，这里我们会计一下，都是机差，没啥好看的，秀的下来到下一个版区，从这里开始正式进入正片，四周来一首 BGM 加油打气了，加油红爹，打死他。你到底是哪边的？这个红蝶有点急了，才区区60秒就开始急了，看来还是输得太少了，像我这种没赢过的心态句子很稳啊。这波蹲下来想干嘛？一拉屎，二断飞，三骗闪现，请把答案扣在公屏上。神经病啊！哎呦，居然假闪骗震慑，这红蝶还是有点想法的，不过可惜了，遇到的不是我，不然就成功了。那也不要灰心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只要这波飞。哎呀，要被断掉了，完了，看得我血压都飙升了。咱就说，要不咱换个人捉吧，虽然杂技这个皮肤很帅啊，但现在烂大街了，不值钱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蝴蝶好像扔的还蛮准的，是不是飞过来就可以拿刀了？哼，就刚才那种情况啊，我有个建议啊，要不玩一下别的监管？哎，等一下，前锋什么情况啊？溜了溜了溜了。很快啊，就压好机了，好家伙，还真是165台呀、啊！在这里吃一刀，开机，咻的下就来到地窖博弈了。红蝶小姐姐啊，稳住啊，咱游戏可以输啊，但这个杂技演员必须死，已经录了240秒了，太残忍了。哎，有机会了。这没关系啊，稳住。完了，地窖开了，这还怎么守啊？可恶，被他装到了。